天天玩戏，日日看板娘，我就是传说中的宇宙超级平底锅王小薇。最近啊，我不是在没钱之后氪金抽了点配方吗？哎，不谈了，那叫一个惨不忍睹啊！虽然我知道我是铁打的非洲户口，但是我也有一颗向往欧皇的心啊。再加上和平精英里最近不是上线了新的军需宝箱吗？所以，嘿嘿，咱们就抽一点啊，真的就一点试试水，看看运气咋样。那就先抽个128吧。小白马，你们看看啊，看看这些新时装，我去，真的好帅啊！还有 M4 和 Scar 的皮肤，哇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哎呀，不行了，越看越想要啊！来来来，咱们抽。怎么又是冰原奔狼啊？再来、啊，怎么一下子就抽完了呢？啊，都没抽几个好东西啊！不行，小白马，那个，要不咱们再冲点、啊？哎呀，不管了，再抽一次啊！这次抽完我绝对不抽了，就再抽个648吧。来来来，点阵拉满，开抽，再来。不对呀、啊，怎么？疯了呀，不容易啊，终于出货了，漂亮，狮王雄心背包礼盒，漂亮，绯红套装成功到手，狮王雄心降落伞，我去，狮王雄心套装，哈，这是个好东西啊，现在就差枪的皮肤和两个粉红箱子没有了，我们继续啊。Nice， 直接两个箱子到手啊，就差 M4 和 Scar 皮肤了。哈哈哈哈 ，M4 皮肤也到手了，最后一发了，出个 Scar 吧啊，出 Scar。可惜了，没出啊！啊，不过也还可以了，一个648加一个128，差不多出齐了。总的来说呢，比那个没钱之后的暴率要高多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奖也算是抽完了，出了这么多好东西，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呀！我得好好去试试我的新皮肤了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